这个角度进步，对，要转的跟他平行屁股哦，尽量进不要进，进不进你这么正有让你根本你那个车根本都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屁股要先进来，头出来屁股进，再把头压进去，角度小一点，慢，角度就进来，反正都不要往外打，这归往外打的归零就好。速度哎，调整速度。反正路不要乱打，归零就好。你不要往外打，看着归零哎，出去了。两个车一起，慢一点，不要往里面撞，你会跳。不能往里面打哦，那个，不要往外打太多，你那个哦，反正路你打出来就归零就好。关你会贴不上，哎，然后心里慢慢打，你这样你会贴不上，你这样你会贴不上。这个永浪大哥不要急的，不要急的，他摇过来。要贴，一切一个完了。好啊！哇，伊个用处理哦，设计哦，你要去弄掉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就不能贴了。一个踏板收起来，是吗？不能贴就很危险、啊。你还在贴起来一点弄掉。这个风浪好，就这一个，他要敢上就上，他又不上。哦，哎呀，哦，炸啊！有差，有差，跳，看吧，哦，他夹去夹到，夹到了，夹到了。跟那个巡港台跟那个信号台通报一下了，他脚断了啦。断了吗？他不会动啦、啊。不会动了，那这怎么办？跟巡港台通报一下。他这个梯子有歪掉。梯子整个掉下来了啦。下台。那个福利港上脚有夹到。好的，报告。哇，那个哦，那真的不行啊。那个、跟他讲说要夹要收起来，他又不收。脚不要搬，脚断了。